酒吧到了分手小那一年，偷情 Vans 在新美眉。哎，最近版面都被诸葛亮和谢金燕的《世间情》抢光了，大家怎么能忘了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《九把刀》呢？《九把刀》去年劈腿中式主播周庭玉和交往10年的小内分手，掐指算算刚满一年，狗仔妹当然要来关心一下，没有小内的日子，刀大怎么快活？是怎么过活？之前他留络腮胡，爆炸头拍芯片，如今骗子杀青，马上变回帅气刀大，出门陪美眉。前几天，狗仔妹看他骑伟士牌回家，换了周庭玉坐过的法妹 Benz 去中营，一下车就冒出一名清秀长发新手女，戴墨镜的刀大一路嗤笑，口沫横飞，比手画脚，看得出来这个妹可是他的菜哦。天黑，他收工回家，哎呦，半路又在捷运站放生黑皮妹，看他买卤味的身影颇为落寞。但身边充满形形色色的美女，看来屋子里很快就有女主人了。哎，刀大说两个都只是同事啦。苹果动新闻，期待刀大把青梅拖倒。